老师要叫人家接送，麻烦。有提车，提车位也要提车，他开车 OK， 提车哪里？要不用要不然不是，对呀、啊，是他的问题，那个是他的问题，老师。你要开车，你要开飞机，都是他的事。对呀、啊，下次你要你要怎么叫？就是你的事，对呀、啊。我们在哪里集合？是在那怎么来的？是你的事，就搞搞。而且我在里面怎么进入？我那个连我主意，那是对呀、啊。那今天我们在做病，我就这样很好意思集合。啊，难道要叫你来我家集合？好、嗯，你好，那你呢？好，那个什么，那个也在找我。